中了，打中了一下，命中。哦，中了，中了，中了，命中不错，命中。嗨，大家好，我是刘淑珊，我现在是在第76集团军某合成旅的模拟训练中心。今天呢，我也有幸的请到了一位班长来带领我去参观一下这个场馆，有请班长。哎，大家好。这位呢是模拟训练中心的值班员唐德龙，唐班长。那班长，我们出发。好。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人。我现在是已经坐在直升机上了。对，我准备跳了，准备跳了。啊！哇塞，好逼真呀！现在这个，它的机降点就在一个城市，在城市机降。对，中间那个白色的箭头，那个是你的机降点。哦，我得降落到那个位置。对，那我就得往前，还有50米，我要落地了。我的妈呀，我好紧张！哎，我要掉水里啦！我天哪，这超级恐怖，我觉得好晕啊，跟我想象中的完全还是不太一样。对，就是可能看到班长们操作还是很顺利的，很便利的，实际跳起来对，很简单。对，但是当我真的戴上这个眼镜的时候，就觉得又很紧张，又觉得很难。对，就是，而我也仅仅是一个就是一个模拟的话的训练。对，但是他们是真的会从这种高空上面跳下来。对，它是真正的3000米高空，然后是实景嘛，真的很厉害。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我们下面去一下那个合成模拟训练区。好，走。我听到有声音。对，是那种充气的声音，是一个坦克。对，一辆坦克现在正在充气。它是充气版的99A，我第一次见。它把它放在这儿的意义是什么呢？把它放在这儿的意义就是新兵下连以后，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嗯。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先看一下这个坦克，给他讲解一下它的功能。它的构造，就是在这儿给一个新兵在进入实车之前的一个缓冲。对对对。但他们在这儿先看到，99A 就是长这个样子。对，啊，就是这样的。蹦一下，就是那种充气版的，对，1:1还原的。1:1还原。嗯。好，下面我要不然我带你到二楼去看一下，我们那个合成营模拟训练区，还有好多战士正在训练呢。好的，好吧，走吧。这就是我们合成营模拟训练区。嗯。哇塞，好大呀。对，我们这里单装训练的话可以有28套，就是有28套这种车组是吧？对对对。哎，那不是张越班长吗？对，今天正好他在这训练。哦，他在这方面是专家。大家好。叔叔你好。下面让他带你体验体验。好的好的，请跟我来。好的。这是模拟训练终端的通信训练舱。它主要进行一个通信的模拟训练。这是车长位是吧？其实我们之前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第一次上实车之前也会有一个模拟机的训练，它当时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缩短了我们和实车之间的一个心理的距离，让我们觉得第一次看到那么一个坦克那么一个大家伙没有那么害怕。对，它对于新战士而言，这个心理素质的提升是很有效果的。现在驾驶员正在进行的是连续通过限制路和障碍物驾驶。它的优点是可以将障碍物的位置距离实时的显示到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通过这个训练熟悉程度提高以后，我们再上实车，我们这个训练效果它会成倍的提升。没错。来，再来我们看看炮长的训练舱。这就是你的站位了吧？是。我平时主要进行射击训练在这里。那你具体的操作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好的。好。现在车已经开始动了，是开始车是行进间的。对，现在模拟的是行进间射击。你打得好准呀，班长。对，因为这个经过长期的训练。OK， 优秀。那我也想来试试，班长。好的。我也来试一下。好的，开始了。对，可以开始了。哎，我看到了。好的，选择弹头。简单。对，稳一点。测距，18。哦，中了，中了，中了，命中不错，命中。目标出现。我看到了。车辆开始行进，测距。命中，命中，命中。太帅了。其实这个，工作帽里面也会还原这个机枪打出去的这个声音。对。
看到了，看到移动目标。是，更换弹种。对，他们家弹。加速。合格。耶、不错，你居然打了合格。